Hi Vogue， 我是小美，过得美。我在 Manchester Chanel 的 Métier d'Art Show。我觉得曼彻斯特一直是富含文化的一个城市啊，我们都知道它出了非常多很棒的摇滚乐队。然后我觉得 Vichini 一直是很深受英伦音乐的影响，所以这次把 Métier d'Art Show 办在这里，就好像把我带回到国高中在听摇滚乐队的时候那种兴奋的 energy。